们需要在186天内完成一个队内庞大的清点，分别包括已有资产、负债。对外呢，我们需要平衡经营者、债权人、投资人各方权益。总而言之吧，一句话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我知道啊，这肯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，但是只要啃下来，报酬丰厚。北方置地大家肯定都清楚吧，也听说过。我就说一下我的诉求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项目组取消一切休假，当然了，病假除外，但你的病假如果超过3天，那你也会被淘汰，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身体根本不适应高强度的工作。如果有想挑战的呢，我欢迎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不要借口，我要效率和结果。我参加。还有我。我参加。算我一个。我也参加。我也是。算我一个。夏绿，我看吴律那边正招兵买马呢。北方置地真被吴建秋克下来了。但是合约规定了必须要在186天之内完成收购。186天，神仙也办不成。你们家。北方置地的合同呢？盖章了吗？财务总监说税率有点出入，让我再……好的，我现在去。我必须要说一下啊，186天对于我们来说，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完成的任务。我们之前一定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。进。北方总监。我想问您一下，咱们这个北方置地的合同可以盖章了吗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，税率有出入，这章我盖不了。哦，那个可是我们都已经开始组建新的项目团队了。这种违反程序的事情出了问题，你们能负得了责吗？其实就是您通融一下的事儿。吴律师那边都已经跟甲方商量好了，我们先走合同，等税率确定之后我们再做补充协议都是可以的。他可以，我不可以。他可以让他盖章去。还有啊，财务部门跟你们不太一样，你们可以做补充协议附加条款，但是财务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但现在确实是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您看今天要是盖不到这个章啊，我们整体的这个工作都要耽误几天，整个工作都要顺延的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是我是我，啊，您稍等一下啊，慢慢带上。对。您说。亲。方总监，那个天气干燥，给您弄了点水果，咱们补充点水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您看能不能吃着水果，咱们给税务局打个电话，确认一下税率的事情，今天这个合同就能盖章了。你觉得我老打电话催人家合适吗？不是让您催，就是确认一下，这个确实比较棘手，啊，您帮个忙。别觉得会讨好领导，这工作就能做好了。有些人啊，吃你这套，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的。这个拿走。啊，没事，我不拿了，我就给您放这儿了。您看，您也带水果了是吧？多补充点那个维生素 A、B、C。嗯，先，方总监再见。你跟这儿站着干嘛？章盖了吗？还没呢，方总监。盖。请进。老方。哎呦，吃水果呢。那请坐。你说老方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讨论讨论。怎么了这是？
你说我们业务部啊，在外面忙前忙后，累死累活的，挺辛苦的。被自己人卡了一刀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这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北方置地的合同。那小姑娘怎么跟你说的？我们呀，现在在等这个上面确定税率的这个消息。刚才跟他说了，让他稍微等一会儿。你说你怎么还把吴大律师给请来了？老方让你等会儿就等会儿，你怎么等不了啊？对不起，怎么这么没耐心？吴律师，别骂他了。年轻人啊，有时候做事啊就是毛糙，给他们点成长。你看看，确定了。合同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啊，来，赶紧盖章，别耽误了你们的下面的工作。翻好啊！慢慢来，一步一步的成长。工作没收到，那个，快快快，在这儿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老方。行了吧？改天请你喝酒。哎，别喝酒了，有时间啊，咱们去打羽毛球。行，到时候约。好。慢走啊，嗯，啊，谢谢方队，好嘞，那我不送了啊。吴律师，方总监刚才不是这么说的。我知道，故意刁难你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想让我亲自去找他，所以就让我当炮灰。觉得委屈啊？那就赶紧让自己强大起来。强大到不用受这份委屈。我回来了。啊，桃回来了。嗯。来，打开看看。什么呀？你们俩打劫谁了？这钱跟我没关系啊。这不，你怎么这么贫呢？在单位你也这样啊？妈，我做技术的。我跟人这么贫早被开了，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咱家老房子卖了，这是卖房子的钱。那房是爷爷留给我的，你们俩怎么说卖就给卖了？那是你爷爷留给丁家的后代，不卖这房，你在北京怎么买房？不买房，你结婚后住在哪儿啊？妈，穆家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从来没给我提过买房的事儿啊。他从来没跟你说买房的事儿。他连跟你见面的功夫都没有吧？啊，冰箱里给穆家包的饺子一个都没少。他最近不是上升期吗？他忙。忙？有多忙？连回来吃顿饭的功夫都没有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叨叨了啊。儿子，这纸袋里呢是10万块钱，这有张卡，卡里是40万。你不是要独立吗？钱就是人的腿儿，没腿儿你怎么独立啊？哎，你俩别包了，冰箱里边还有吗？哎呀，那冻饺子我跟你爸都吃了，再给穆家包点新鲜的。他没时间回来，你就给他送过去。他说啊，工作再忙也得好好吃饭啊。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。行，快去快去。谢谢啊。有他这句话就行了。你好好的惯吧啊！是我惯还是你惯呢？真是！哎，小弟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个我刚才过安检呢，我才腾出手来接电话。哎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下班了吗？我去接你啊。我下什么班啊？我去恭王府送合同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感觉自己跟在宫里上班一样。那你送完合同没事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爸我妈来了。给了我50万，让我们在北京买房。50万，买房啊！所以呢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
你觉得咱们在哪儿买合适？要不然买在咱俩单位中间吧，小点没关系啊。等咱们挣了钱，咱们再换大的。行啊。对不起啊，那个我同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你别，拜拜。你跟我谈会儿恋爱吧。哎，小飞姐，王木姐，你帮我给李律师和王律师订两张最快去重庆的机票，我马上把身份证号发给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哎，您好，我想查一下现在去重庆最快的航班。我自己进去就行了，你先回去啊。哎，来点吗？嗯，新烤的栗子，挺香的。给我来一斤栗子，三个烤红薯吧。好嘞，稍微等一下啊，这栗子还得再翻会儿呢。你好，小姐，请问您找谁？哦，我找北方之地的赵总，我手机坏了，联系不到他，能麻烦您帮我找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这个呢是私人会所，客人呢都比较注重隐私，我没法帮您通报。嗯，那您能借我一下手机吗？真的是约好的，我来送文件的。我们上班时间呢是不允许携带手机的，要不您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先生，您能借我一下您手机吗？我手机坏了，打不开了。不好意思，不是很方便。哎，李总，我来帮你。我自己来。您是这儿的经理是吗？我来给北方之地的赵总送文件，您能带我进去吗？我帮你转交给他吧。这个文件特别重要，我一定要亲自交给他。那没办法了。那您帮我带进去吧。麻烦您了，谢谢。给我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个给您。什么意思啊？谢谢您啊，请您喝奶茶。哎，您就拿着吧，谢谢。谢谢您，麻烦您了。月亮过，我是又无又埋伏又无又病，你莫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安定，你就来。哎，老北京冻柿子来了啊！嘿，金婷啊，哎呀，就等你了，怎么才来啊？快递费20啊！哼，这是我们跟金达的法务合同啊，怎么在你手上？谜一样的问题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到我手里来了。这合着金达送合同的小姑娘把你给当成饭店经理了？何止啊，还给了20块钱小费。人才惯着了。什么人才呀，我跟你说，将来没准是个人物。嗯，好，北京好，走遍祖国各地，就涮羊肉这口还得是北京。是啊，这北京当然好了啊。老者先生不是说了吗，果子丰饶，羊肉正肥，高粱红的螃蟹呢正好下市，这良乡栗子也是香闻十里，即使没有余钱去买橘吃蟹，那一两毛钱也可以抱二两羊肉买一小壶佛手。文化，我不懂这些，我就知道今年的博物馆没有往年打得响。您这把老舍先生都请出来了，这接下来要说投资北京，对不对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黎明大厦，北京未来的地标建筑，二位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下？不是还有份额吗？哎，你别听他的，这黎明大厦地基都打好了，这还发邀请函呢，分明是假客气。你骗子。被你看出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一老江湖，重庆那个什么海澜别墅吧，闷声不响的，你是不是拿下来了？是不是？啊，这老外的热钱啊，虎视眈眈，个个都想搭中国高速发展的便车，咱们让老外搭了先机不是吗？哎，这嘴真好使。来吧，为了你的赤子之心，咱干一个。来，全当你爱国了啊！来，干了啊！
哎，最后一块了啊，这香肠可是老板娘自己亲手灌的。哎，行，你来。哎，哎，香啊！哎，虚让，看不明白吗你？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这不就是下筷如有神了吗？啊，这再来一份，再来一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干什么呀？哦，我给木江下点饺子送过去。啊，我来吧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坐着坐着，你坐着吧，我来就行了。啊，你们坐着。哎，我总觉得自从穆家上班以后，咱儿子好像跟不上人家了。别瞎说，挺好的嘛。穆家那孩子要强，咱儿子是满满的心脏。这就对了，都要强，刀子对斧子硬不硬啊？那架不乱套。你懂什么呀？你也就遇上我了。当年你要是遇上个争强好胜的，早被淘汰了。淘汰。哎呀，当年也不是谁死乞白赖跟我说，没房我也结婚，我就是要结婚。所以年幼无知嘛，要搁现在的话，你早被踹了。踹吧。范老师加班辛苦了，我给你煎了一个爱心蛋，你看。嗯，谢谢。你不吃啊？我不吃，你不是总说我胖吗？所以我要减肥了，这次是真的。不是，你也不用这么极端吧？你，行吧，有这个意识呢，总比没有强啊！我再相信你一次，好吧？你那个衬衫我也给你熨好了，装袋子，你到时候记得拿走。嗯，裤子呢？啊，也放里面了。都放一起了。嗯，行，好，辛苦，谢谢。你看没有我你怎么办呀？一个家庭总有一个主外，一个主内，一个负责挣钱，一个伺候挣钱。哼哼，别拿这些啊当成你不努力的理由啊！我提醒你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这月业绩怎么样啊？说实话啊。还可以。还可以是什么概念啊？你具体一点啊。一单，这个月都到现在了，才开了一单。行，你可真行。你有把这荷包蛋煎成五角星这功夫，你就不能钻研钻研你的业务吗？不是五角星，这是爱心。你别管什么心什么，行，反正你那也不叫什么业务。但是你看看人家李木家，你看看几点了，人家还在加班呢。你看看你，那所有人都在往前跑，就你还原地踏步呢，你也不着急，真是。知道。冬肉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啦、嗯！哎，你没吃吧？那锅里还有面，我给你盛一碗吧。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，我自己能煮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那我说穆家呀，你们组天天这么晚啊？嗯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吴律接了那个北方置地收购的项目。嗯。哎呦，这项目可不简单，你们能完成吗？能。穆家呀，你现在说话这语气啊。跟吴律特别像，特别飒，你知道吗？夸我？对呀，当然是夸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你别看吴律在单位挺飒的，但他也有犯愁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正在闹离婚呢。但问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那老公不像离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完没完呀？啊，行，不说了。那为什么不想离呢？你说为什么不想离啊？因为钱呗。嗯，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啊？他们家住金龙湾，那一套房子上千万呢。
上千万啊！天哪，这在里面能成仙还是怎么着？行行行行，别大惊小怪的，上千万很多钱吗？那当然很多钱啊！我问我爸要了20000，他都给我续到半年了。哎，这这，你爸呀，那是目光短浅，那跟人家能比吗？范华鹏，说话过分了啊！哦，对不起啊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嗯，但是呢，我说这话啊，话糙理不糙。怎么了？你看啊，你觉得这个上千万的豪宅高攀不起，但是大城市它就是这样啊，它就是一房难求啊。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？啊，不就是要见识更大的世界吗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有信念。我不能总盯着一亩三分地儿，不能目光短浅，你说对吧？但我留在北京是因为你啊。可以是为了我呀。如果是为了我的话，那从现在开始你就努力就行了，对吧？你不能每天总是啊，一个月就开着。我有点饿了，帮我煮个面吧。哦。哎，行了，你煮面吧，我回去了。你要不把蛋吃完啊？没没没没，吃饱了吃饱了，走了啊。哎，衣服！哎呀，衣服！你不许去！你知道他在金达什么样吗？他是会笑的。他跟你说过你去哪儿，他去哪儿吗？那他这么优秀，肯定是他去哪儿，我去哪儿啊？他愿意带你去吗？所以我才有追呀！你别拉我了，等会儿赶不上他了。你有点骨气行不行？你给我回来！有本事就别回来。没本事。怎么了？田荣又被教育了？华鹏，嗯，来，你衣服忘记拿了。这忘了。你回去记得挂起来，别放在沙发上又皱了。嗯，行，快上去吧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嗯，那个，反正就两站地铁，我送送你吧。哎呀，别送了，怪冷的，快上去吧。嗯，我就想跟你多待会儿。行，走吧。嗯，哎，等会儿。哎，衣服也不寄，看你一天天的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华鹏，你看，就是这个社区人车风流，特别好。嗯，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，我没有想到这么大。Hello， 哎呦，这么巧啊！你们这……我们刚去北方置地调资料，才下班。啊。你们……那个我们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您忙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走啊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不是不想介绍你，我现在因为你的事，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不想跟他们寒暄。那我明天去金达给你送午饭，你给大家介绍我。咱能别作了吗？啊，我求你了，总纠结这点事有什么用啊？想点正事不行吗？快走吧。走不走啊？阿姨对我可真好，你说我也无以为报，我只能嫁给他儿子了。你连他儿子电话都不接。想起来了，我那个手机啊，在路上不小心给摔了，打不了了。啊、你看，嗯，坏了。哎呀，我都习惯了。你这几个手机啊，跟你们遭了罪了。你习惯啥呀？你别习惯了。
生气啦？可不能生气啊，我必须得把你哄好了，不然这饺子我可吃不下。哎呀，你快吃吧你。你们单位真行，让你加班加到这个点儿，把你当牲口用了。那我还是大牲口。你看我这么幸福，你就别跟我生气了。啊，不生气了。这样，我们周末呀去吃牛排好不好？你看，听说他们家牛排可好吃了，咱们周五去吃吧。我发誓，我这周五绝对绝对不加班啊，绝对不放你鸽子。那你要是再放我鸽子，我就罚你。罚我以身相许。以身相许怎么能是惩罚呢？那是奖励啊。真自然。哎，你说，乾荣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，是不是？应该是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他好像喝酒。我去看一眼，我去看。拜拜啊！哎，打电话啊！干什么呀？不能喝酒。我送范华鹏回去的路上，看到你们金达的同事了，他们问我是谁，他都不介绍我就走了。我说那我明天去金达给你送饭，你跟大家介绍我，他也不同意。你说。范华鹏他到底爱不爱我？啊，他不爱你。但我很爱他呀，他那么优秀，要不是去他们学校蹭课，我根本不可能跟这样的学霸有交集。而且他以前对我真的很好。你对他不是更好吗？你们俩在一块之后，他洗过衣服吗？他做过饭吗？他整理过房间吗？是不是都是你做的？你把他当男神，他呢？他把你当女仆？也不能这么说。他一直让我上进，是我自己。他鼓励你上进，他怎么不先学会自理啊？天天想被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，然后反过来抱怨你动力不足，他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这就是悖论。那你说我要怎么办？你跟他说分手，要分也是咱们提。现在立刻马上，你给他打电话，你说分手。对，我要跟他分手，要甩是我先甩他。就是，打电话去，老娘不伺候。打呀，我给你打。哎，木木家，你让我缓缓，今天太晚了，我打了我就睡不着了。我真的是太惨了，失恋和失业齐头并进，人都开始跑了，我鞋都还没找到呢。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失业了？我这个月只开了一单，还是陈青帮我开的。钱还没给我呢，哦，他让你帮他垫，啊，多少钱？100块。啊，100块钱那没问题。这样，我买一份，给小丁买一份，这样一个月咱们就开三单了，好吗？那天下班的时候，经理找我谈话，他说我业绩太差了，濒临淘汰的边缘。你们都在进步，就我在反复失业。难怪范华鹏这么对我呢。不是，现在男生怎么这么现实啊？爱情不应该是同甘共苦的吗？啊，也不能说是男生现实吧，所有人都现实。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吴律师，新闻发布会定在本周五。哦，你通知一下美国那边律师啊。好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现在就通知。好，再见。先吃着，打电话啊。Hello, Mr. Smith. The press conference is scheduled for Friday afternoon. Yeah, I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. Rest assured.It's my pleasure. You're welcome. Bye. 吴佳，你现在英语说的好好。不好，金达都会说。嗯，我还答应小丁这周末去吃牛排呢，又来活了。我觉得你现在也比丁之谈厉害。那我问你，在你心里会不会有一千点？看不上的。嗯。
没有啊，绝对没有。我们俩都认为爱情是应该同甘共苦，但是也得先有爱情啊。第二，嗯，待会儿抽空把这看一下啊。哦，好，嗯，三七分手，嘛呢？啊，我这看看啊，橄榄园南里离公司有多远？准备下手了？我爸我妈把天津的老房子卖了，给我凑了50万。这几天我们举家研究北京的楼市，基本上地铁一号线沿线的楼盘在我脑海里已经融会贯通了。想买哪儿了？没有，老同志们都是悲观主义者。我爸我妈生怕我失业、生病、受穷受灾，劝我全款买个老破小，在北京也算有个自己的窝了。我想买新房，哪怕准新房也行，一步到位，省得将来置换更麻烦。哎，要我说呀，就看你们家谁腰杆子硬。要是你们呢？你们打算在哪儿买房啊？哥我呀，我什么也不买，炒股。看见没有？最近股市疯涨呢，现在全体股民翘首以盼，中国股市迎来新高呢。是吗？这么牛呢？就是这么牛。丁儿，跟你说个正事儿呗。你说你那50万趴在账上不就浪费了吗？你这么着，算我跟你借的。我给你日息，1天1000块钱。啥？1天1000？哎，老刘，不是刘哥，那您这合着这一天能赚多少钱啊？嗨，说不上是腰缠万贯吧，那也是日进斗金啊。哎，那这么着，我这现在有3万，我借给您，这利息，哎，去，太少，您琢磨琢磨，好好干工作。丁儿。再想想，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可是为你好。你想，咱们单位吃不饱，但也饿不死。你可是这一买房，按揭一还，那还不得穷死？嗯，咱毕竟是老爷们儿，那兜里啊，怎么也得有点活钱儿，给女朋友买点礼物不是？哎，这话说的对。爹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买，总会有人给他买的。哎，你行了啊，你别看热闹不怕事大啊。发布会的方案还是不行，让他们赶紧改。他们已经改过好多版了，再改设计师真要撂挑子了。那就换设计师，实在不行换个设计公司。那好，我去协调。哎，小丁，借钱给别人炒股，坚决不行啊！亏你想不出来。他按天借，保证不耽误咱们买房。不行，那股市都有风险，万一套进去了怎么办呢？顾佳，说你这，我刚才给你的文件复印好了吗？开会着急用。哦，马上，现在就去。好的，好的。小丁啊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钱可是买房的，坚决不能动啊。行了，我先忙了，拜拜。刘哥，把卡号给我。哟，申请过了。跟您说实话，没同意。但是我告诉他，我说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那你把钱借我，你不怕回去他跟你吵架？敢？小凡，你能啊？大家都听一下哈。发布会结束以后呢，他们准备了个酒会。邀请与会者参与，主要是作为一个答谢，反正大家都提前准备准备。好，好。穆佳，哎，这个是通稿，一会儿发布会结束之后发给记者。那好，没问题。一会儿晚宴，嗯，小薇姐，你要不然帮我跟吴律师请个假，我今天真不能再放我男朋友鸽子了，再放我真就得分手了。
你跟他说我来事儿了，特别不舒服。行，我帮你找找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丁儿。哎。走啊，一块儿吃饭去。这今天收成如何？还行吧，也就半辆宝马车。这么牛，就是这么牛。哎，对了，说好的啊，日期，给拿着。谢谢啊。客气什么呀？哎，你快点啊，我食堂等你。哎。喂，M 家。小丁，我发布会还没结束呢，还不知道几点能下班呢。哎，你怎么总是这样？不是老早就说好了今天一起吃饭的吗？你又要加到几点呀？一如既往的未知数。未来老公，你不会甩了我吧？那还真不一定。不是你不加班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不加了呗。穿那么好看干嘛？告诉你赶紧走啊。一会儿我女朋友来了，挠你！谁挠我？你挠谁呀你？啊，你说你挠谁？挠我，挠我，挠我！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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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！真疼呀！林小姐，晚上好，请问您要点餐吗？那就两份你们的招牌套餐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嗯，谢谢。他认识你啊？他认识的是金达的行政助理李小姐、王小姐、张小姐的。李小姐。嗯，您真有魅力。你也是，丁先生。嘴这么甜的话，丁先生就有奖励。谢谢丁先生，你是中彩票了吗？跟几个同事赚了点外快。下一个。自拍一张，来，还能自拍啊？下一个，茄子。行了，这照片当屏保啊。嗯，好。逢人就要炫耀。我炫耀什么呀？炫耀我是你男朋友啊。你好。哎，对，我也有个礼物要给你。什么呀？嗯，我妈听说咱们要买房，资助了50000块钱。不，这不能要。哎，阿姨攒点钱不容易，咱不能要。我妈说了，男方家倾囊而出，女方家也要竭尽全力，两家合一家，这才是一心一意过日子的态度。阿姨太好。对了，我们家，我觉得房子还是要写上你的名字，因为这是我们家的诚意。我不加名字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在乎。要不这样吧，那到时候我们有钱了，在北京要是有个大房子，就把最好的一间留给我妈，把她接到北京来住，好不好？没问题啊，咱俩一块儿努力，我玩了命的赚钱，到时候买个大房子，把两家老人都接来，来北京让他们享福。同意。嗯。谢谢啊，二位请慢用。谢谢。来吧。吃饭吧。啊？嗯，这是挺麻烦的。班车6点。我是老板。喂，吴律师。现在要去重庆吗？好。我知道，嗯，一个小时之内赶回所里。好，嗯，再见。你听到了吧？我老板让我连夜去重庆，一个小时之内回所里。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？你们老板是人吗？他就不是人，他吃进去的是草，干的是铁人三项。我要赶紧吃点肉。小飞姐，
天哪，小祖宗，你可算来了，吴律师都快催死我了。你没跟他说我特殊情况吗？你特殊情况算什么？他今天都快喝吐血了，你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吴律师，收购合同的流程已经走完了，你赶紧去一趟重庆，接手海兰别墅的公账、财务账，然后在这个合同上签字。好的，我想问一下，大概去多久啊？我行李还没收拾呢。去多久我不知道，行李这件事情我只教你一遍，你听清楚也记好了。嗯，在你的办公桌下面准备一个小行李箱，里面要放好你所有出差需要的东西，随时待命，随时出发。好的，去吧。好。哎，等会儿。是疼的，谢谢吴律师。田荣，你今天不用来上班了，上个月的工资过几天会打到你的卡里。成为最幸福的人。